这用四个十字螺丝拧上挂钩，这里的螺母可以拧也可以不拧。三个圆头螺丝固定篮球架。用扳手拧紧固定篮球架。海绵贴在计数器上，两个长十字螺丝安装计数器。计数器贴了海绵贴才能牢固哦。大功告成了，小朋友可以愉快地投篮了。